今天我们又是一个日常，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天在准备明天尾牙要给员工的小红包。这次啊，我们跟彼得一起办18，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，有多两张阿佑在帮忙。这个呢，然后你帮我这个背面每一个都在这边中间贴一个这样子，小哥的这样双面胶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到时候大家撕比较方便。先不要撕，全部先贴完。所以等一下贴在这边，然后对，等一下贴在上面。老板娘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先这样，然后我要做另外一个东西，等我一下，我拿另外一个。那如果他没有看在自己家，他不就只是知道有几块？因为我们。然后这里姐姐这里有十张纸，你帮我每一个都折对半裁一半。姐姐你穿睡衣，你等一下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比较不会照到你。那我们这次的老板娘，这次总共我们跟彼得爸，你要自己讲，因为我这样子有可能会写错，不能叫我再讲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啊，我这边总共连经纪公司加我的员工会有7个人抽奖，对不对？那彼得爸好像会有11个人抽奖，所以总共会有18个人抽奖。那我们想说，就一个人，就是人人有奖的部分啊。有人在偷吃饼干呢。姐姐，你坐这里，不会有米线味菇，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18个人啊都会有奖品。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预算先抓2000块，就人人有奖的部分，所以就是36000。那36000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又把它有的拿6000块，有几个6000块啊？你不要问我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？这你现在做这个，你不是要看老小抄了吗？对，6000。然后2000有7个，剩下就是除以那个10个，除以10个。20000，那么多，反正总共总金额是这样，总共是36000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算啊，36000。亚军有两万。然后这个是人人有奖的部分啦，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想说还要做一个特别，帮我贴好吗？特别一点的问答，那问答的部分啊，我们又，你刚刚讲的这个你有听懂吗？好，你要帮我擦一半嘛，我知道。好，你要帮我弄。有人在吃斯特利的饼干呢，很好吃。然后这是第一个人的有奖了，第二个我们准备的是问答题啊，总共出了20题，都是我跟彼得的问答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最高，就是你总共18个人在参加这个有奖征答嘛，然后如果答对分数最高的呢，就是 iPhone 12，就是这个，这是好像是 iPhone 12。256的，我印象中买30000出头。为什么不给我22？为什么不给你？你有认真帮我工作吗？我有。你有没有认真帮我工作？你看妈咪都有认真工作，她就有 iPhone 12 Pro Max。看眼里还是东西啊，她觉得太荒唐。忘记。然后有奖，今天蔡琳现在在写有奖征答部分。我有认真帮你花钱。我认真帮你吃垮，吃垮！你们真的都很孝顺。对啊，我很孝顺，所以你要给我们 iPhone 十啊。然后现第一名冠军就是有奖征答的部分，第一名冠军就是 iPhone 十二，第二名就是。会不会有人说我比较想要现金20000 ？iPhone 十二卖掉很值钱呢。他我们这个是还没有开箱过的，卖10000块。对啊，30000。然后。亚军就是现金10000，所以这边就总共32000，这边就60000，再加上刚才那个，就是总金额大概100000啊。我跟彼得就一个人出50000块，让员工去抽奖。当然比大公司不可能说很多啦，因为毕竟我们还算小小的公司，那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快乐的尾牙，是不是老板娘？对，他很忙，然后。就这样，然后再来就是零零总总嘛，反正我们一个人就拿个
又加上一些吃吃喝喝的，一个人应该会花个七万八万，不晓得，明天才知道。要吃什么？明天吃响鸭。响什么鸭？跟哪？在吃鸭，是王在和牛涮旁边。对，王品集团的响鸭，我们没吃过。那你应该订和牛涮。过年多贴了。吃和牛涮。贴了什么意思？这边我刚刚有贴。哎呀！我刚再数数看、啊。贴这干嘛？这切一半嘛。对，切一半，都一样的。嗯，你帮我再数一次嘛，你贴过的，然后数十八个，这个没有贴啊。然后先蔡琳现在在写问答的部分，我没有在写问答，我说写问答奖项的部分。问答奖项，对，这个会是压轴啦，就是压轴就是问答。六十四张哦，对啊，所以你再数一次。那我发挥我开箱的，这也要把它打开吧，因为这边我已经收起来了，这前几天才到货的。亲爱的阿优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拿一支刀片可以吗？拜托啦！你怎么可以把它打开？啊，因为你 iPhone 要看出 iPhone， 我都还没打开，万一明天打开变成是 iPhone 11怎么办？你就再买一支啊！你总是要打开看到 iPhone 不要打开，可是你这个纸盒一定要打开啊！为什么要打开？因为这样才能确定里面是 iPhone 啊！自己去拿，现在买盗版的。我被新蔡琳念。你怎么会买盗版的呢？这是正版的。你会说 iPhone 11？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？帮我那个，那么懒。我们家今年其实，我们家今年是苹果的大户，难怪苹果的股价会往上。因为今年其实我总共买了两台 M1， 然后这台 M1 也还没开箱，这个是 M1 的 Mac Pro， MacBook Air，MacBook Air， 拿一下刀片，刀片，刀片，刀片在这里。又挡住我写字了，你撞到我这就毁了。一、二。阿优，不要这样子玩钱。我没有玩。这是等一下要包进去的现金。然后开一下 iPhone， 来准备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苹果的包装工艺。我一直觉得苹果的包装工艺啊，是在纸盒，它纸盒其实非常的厉害。给大家看。啊？那边只有十张而已啊。那个纸，那个是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姐，你知道那个是我跟老板说，老板这个十张可以给我吗？我看你在废纸箱放在那。看它的包装工艺啊，就是你看它的 iPhone， 说好啊，等一下就要把它埋进去了吗？埋进去不用，这边要埋。它的包装工艺你看哦，就是非常厉害，就是这台 iPhone 就是在正中心，然后如果你压从底下压，你没有再怎么压，哦，这个要压到，我想想看，我来试试看，如果要压到它本身要多大力啊？哦，这真的很难啊，非常难啊，除非你是刻意的，哦，要不然几乎不可能。它底下又有个空间，上面又有个空间，然后左边跟右边也不会滑动，哦。它之前的设计是有点比较复杂的，就是用另外一个纸盒去把它扣住，可是它可能有算过成本啊，就是如果用一个胶膜啊，这样把它绑在这边，是可能是比较划算的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胶膜打开。那这台是 iPhone 12， 这台是我印象中我是买三万多块，是256，对，白色的256G。哦，还是很漂亮这个盒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先拆的，现在在先拆的，现在在努力的写，你写什么红包怎样？他现在没有空理我，他在专心的写，你可以自己看啊，我认真的看啊。哇！我还发现我现在录错，录成120帧的嘞，真的录很那个。今天蔡琳字写得很漂亮，哎，哇，有87张已经哇，那边有90张啦。啊？我刚才只有87张啊。我刚才因为怕明天要付一些现金，所以我刚才领了9万。
没有啊，你只有另你再算经理，你偷走我的三张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算好，不要算错。等一下帮忙包红包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包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帮忙包红包啊。姐姐，你那边剪好了吗？所以你本来应该是，如果不加餐的话，应该是领八十万。嗯。八万就是八十万。那边九万呢、啊？快倒了。怎么快倒？会不会有人在路上带那么多钱啊？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吧。不会啊。好，故事。千菜林的上面快写完了。姐姐，我告诉你啊、哦。怎么了？刚写三万六的六分之一。三万六的六分之一。不是我写多少？总奖金是，我看到写什么？他们很好玩。三万六的六分之一。三万六。他们已经装好了，就是最少一个人有1600，1600有几个啊，姐姐？10个，然后2000的有7个，这个6000的有1个，少一个吗？600，这个什么？而且你帮我贴一下这边，再贴一个上面。这个都是他们写的、哦，万一写错，我明天就会加码。600加2个500，所以这个就是1600，很有创意吧？在里面要加吗？那我们明天拿到一定说，哇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啊？然后我还有出一道数学题，我找给你看。你找给我看，你还出什么数学题？就是这个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我们怕钱有厚跟薄啦，然后所以贴在上面，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很容易就分别出来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就是先，就是先怎么样？啊，多久一张纸？啊，妈，这样子我要去换500块的、欸，因为你有很多600的、啊，600的我刚才领钱是只都只有领1000块的、欸，没有换小钞。我你提款机很难换小钞、啊。那我说一万那个1600加2500，那你可以给他一张1600，啊。对啊，可是没有，可是最主要是有600的、啊，1600怎么给？你看对不对？给他都可以啊，给他600。姐姐出的这个算出是2000×4，8000，8000×0.5，4000再除以2，2000，这是2000对不对？嗯、哇！我刚刚不说，来这题抽到，给你们3秒，开始算多少钱？针对才有3、2、1，直接哭。我的2000。然后我们明天还有一个 dress code 啦， dress code， 因为我们明天 dress code 是红色的衣服，然后 dress code 我有吗？我有办，我有买吗？对，你有帮我买吗？不是我给你垫那个西装外套。对啊，然后 dress code 是3000块，所以总共加加总总就是大概要总共大概发10万块左右的，大家给大家抽奖这样。超过10万？差不多10万。超过？超过。10万除以18个人，等于一个人大概是5000-6000块左右啦。5000-6000，我想要 iPhone 12。你想要 iPhone 12？但我也没办法买网络，所以我有 iPhone 12也没用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那个贴红包。给你。贴。更晚就完蛋了，这样子今天不能装钱了，啊又不要玩钱。装什么钱？就是因为没有500块，所以不能装钱。等一下就有过下，我帮你装。我们不用装钱啊。卫生纸去洗手比较快来。这个我可能要用湿纸巾吧。用湿纸巾。接着先猜你要把这个里面有小卡的通通贴在这里。而且我们刚好发现这个红包袋，因为它是那个。是什么？比较，我们那时候是买一大包才29块，然后它那个材质就很薄、哦，所以如果你把字放在前面的话是看得到，所以铁娘现在是全部把字放反，放反比较不容易被看到。不然你看这样你这样是看得到，啊，那你这样100%看得到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你要把它放反。放下，我可以写很小的数学题，他们绝对看不到。更晚就更怎么写？好啊。更晚就更怎么写？我怎么说写
写功课要这样全部写完在一起握，我没办法，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字典了，我不是你的字典，请你要全部写完然后再一起问，我昨天才跟你说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总共就是打算2918，乘以9，这样，2×9乘以18，2×9，这样太密了，对不对？不会。不会吗？因为后面要这样子，越来越艺术。2×9=18。太密了啦。这样子吧，对啊，我先2×9=18，1234，哎，不要太乱了，1234567890，上面还有一排，对，好，我们就调一下位置，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先调一下位置，建议那边也调一下，那算算，怎么多了两个？那两个是给我的，24689，对，没错，18，对，没错。好，他们明天抽的时候啊，对，就是要跟他们说，说什么？抽下来之后要这样，然后从这边这样抽出来给大家看。我抽到这包多少？20元乘100，2000啊？对，就这样。2000。他们拿到之后可能要这样。对，然后再拿着这个去换真的2000啊，就是真的2000的红包。然后结果发现我算是写错了，结果算是两万，那我就要扣你零用钱了。我没有零用钱，你没给我。不行，你这样会超出去啊！你确定我没有给你零用钱吗？你这个礼拜给我200块，根本不够，现在不他吃午餐，我根本没有吃200块。你确定我？现在4块钱。你确定我只有给你200块吗？下礼拜就是剩4块钱。你确定吗？你不想一下？哎、欸，你放这样斜斜的，他会。他会那个、欸，好吧，那就这样，随便吧。什么随便用我一个人用哦？对啊。气死。完他妈，这我没有要拿钱。啊，我的脚。好啦，你这个贴完剩下明天用了，对不对？就差不多这样吧。对啊。因为没有你贴一贴，因为剩下你，其实你这个带去贴还比较好哎、欸，比较不会。怕掉，先大概想要怎么贴，会不会拿一拿掉，怕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就是怕嘛，就是因为这张板子拿着，会不会在车上红包掉？不会吧？不会、啊，好啊。该不会，技术没有差吧？还是你现场再贴？不要，这还要调位置，麻烦。好。我那边调调调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我不如现在调。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好。OK。OK， 可以了。好，我来贴了。你来贴了。好啦，那我就拍到这喽，这是记录下。我问你哦，我要封起来吗？不用吧。不用封啦，对啊，不用封，不用封会比较平啊，封了没那么平啊。那老板娘，你明天有没有要抽红包？抽什么？就是你明天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算我？你没有算我在里面啊？你有没有算我？算你一包啦。张卡还买，我张纸还买100块。好啦，我就拍到这里了。希望今天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尾牙。拜。加油啊！下次不要叫我做总。